一点五秒。速度是一点少。意外挑衅，有没有对象暗明降价很火？十点，来哟！一点五秒。快速闪电，天火转型观测，速度是一点少。竟然对上我一速，正中回馈，保证是闪电兵器。好剑法，一剑就好，一剑无尽。有木有？这袂歹嘛，你的卡手也不慢啊！无上无中，极好的剑法，唔免懊恼，我剑法好，这通人知啊。是好，但也无够好。啊？你讲啥？你的特质就是无，这剑法的特质也是无。你要一招吗？无你是国我来哟！剑招三式真无敌，你冇听过少？剑无敌，请自首。天火，伊唔是你要吹木飘。但是你的舞是无形无相的舞，这剑法却是无形无定，本质虽同，却又异形，浪费了。是剑法，我听你咧做个呼呼叫，用嘴讲个上咬。剑无极，一剑。无声。这是天界的对我的表示，一招用尽全力吧。什么意思？今
是此地始出的剑魂推断，此剑招的精髓，你所用也不到十分之一，不是吗？看不起人，没有这个贪多。天后，你所找寻的人，该是巧如来，那就针对巧如来便可。伊的剑法同样吸引我的兴趣，当然，我更容易胜于你一战。我便言明吧，至高流根本算不上是剑法，是针对魔族。我知晓，公子开明已经讲过了，只要是剑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呈现，对我而言拢是同样。但是失去灭光，我便无能见到。就算你要杀我，巧如来也无法为你所求。我爱一个确定的时间，三个月。什么意思？人世九十处的日升日落，三处的月圆之后。九十处的日升日落，三处月圆之后。可以，我要见在此地苏娇的剑家。苏尊已经先逝。苏娇的剑家有两名，该记心梦。你是伊的弟子，伊并无苏尊的修为。我予恁七天时间准备，七天后，我要见到此地剑鞘再现。免七天，现在今年。便上剑鞘，该已失传，不能再现。失传了。所以的传人，只有一点程度。太让我失望了。剑无极，你无事吧？心痛啦，一口气用要等你过来了。咱先离开吧。